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 Vlog。我们今天来到六本木，我们要做一件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剪头发，终于要剪了，真的好乱哦，粉丝都快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剪头，咦、yeah, ，现在要开始剪头发喽。这边不但有矿泉水啊，他刚才给我一个 Kiehl's 的化妆水，然后直接喷在脸上。让我们看看韦恩的新发型，三二一。头发剪完了，第二件事要做什么？我要去退货我的无线耳机，因为之前买了一个无线耳机，但是呢，它跟 iPhone 里面的 App 配的不是很好，会有声音的 lag， 所以我今天要去退货。我们现在来到哪里啊？秋叶原的尤多巴西。我们刚刚的退货失败喽。失败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他这说反正就不能退。耳机的那个连线的功能啊，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。所以 basically 就是叫你去 deal with it and suck it up。 我们现在去早饭吃喽。对，晚餐吃什么？炸猪排玩物。你看看这个很前面，肥瘦史上最分明，然后整个三层肉五花肉的感觉给它出来，油在这边，瘦肉在这边。哇，它这个猪排很厉害。第一个是我觉得切的厚度很刚好，足够的厚实，所以你可以充分吃出那个猪肉的厚度，还有那个肥肉的油度。哎，吃饱哦！这家店猪排真的超好吃的。今天真的超幸运的，没有排到队，然后店里面也没有什么人，真的大快朵颐呀！每一集的 vlog 我们都要踏上寻找什么的旅程呢？真是蛮难，但是呢，今天真的是很难找了。我们竟然连找两家店都找不到呢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喝水，我们到哪里买 ？Family Mart。好，我就抽出来看吧 ，Go。哈哈，死都要买到真奶。喝完这个让人家不太满足的东西，现在往哪边走呢？接下来还是前往上野再寻找珍珠奶茶，看能够找到吗？没有了。现在到哪里啊？我们来到了阿美横丁哦。我这个上野专家竟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神社，就在二楼。哎，没开啊！我现在在秀给他女朋友看，就是他的新发型啊，尴尬的新发型啊，尴尬。要不要对东桥讲句话？对东桥的小乔们讲句话。看起来啊，哦，哎，你跟那个摄影机讲个话，随便讲两句话。不要，好，他的选择是不要，谢谢，感谢支持东桥，就是不要。大家，我来变个魔术。Oh my god！ 谢谢。啊，以上就是史上最尴尬的一集 vlog 啦。喜欢韦恩的头发的话，请在下面按赞加分享，并且留言哦。我是包伯，不喜欢也要留言哦。我是韦恩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上野成功。